县安内，我数十万大军，将3万疲惫赤匪逼入长江大渡河。我相信，毛泽东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石达开第二。勇士日行200里，攀索夺桥，创奇迹。大渡河就在我们的脚下。对不起喽，江委员长，你第二石达开的梦想破灭了。没错，共匪金晨夺起了泸定桥，渡过大渡河，占领了泸定城。娘西屁！刘湘误国，刘湘误国！我精心设计的消灭毛匪的绝佳计划又功亏一篑了。达令，夫人，现在正处于国家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，你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注意身体。夫人，朱毛现在逃到哪里去了？刘湘已将各通道封死，共匪只能向夹金山退逃。夹金山上常年积雪，空气稀薄，人迹罕至，鸟都飞不过去，这是一条绝路。就让他们冻死、饿死在夹金山上。这是谁的主意啊？那是我的主意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叫毛泽东啊？走在最中间，个子最高，留着长头发的，哪个都晓得是毛主席哦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报告主席，我叫刘长根，老家是四川的。哎，先念啊，到。张主席什么时候到啊？张主席，啊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走吧，首长请。崽儿妹妹，给我看看呗。我是你姐姐，咱俩不都是同一天生的吗？我比你大一个时辰呢，你得叫我姐。我不叫。你不叫，我就不给你看。你说话算数。你得先叫我三山姐，我才给你看。光看一下呀。那就先放你那儿保管吧，千万不能弄丢了。哎，你还没叫我姐呢。姐。树洞哥、成武哥，都是往那边去。看，仙女来了。早姐。陈一，早姐，早姐，书童哥，成武哥，早，早儿，早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送药，打听到你们在这儿，我就赶紧跑过来了。
大渡河的时候，我一直特别担心你们，怎么样，都没事吧？我们都没事儿。走，姐，看我，没事儿。姐，看你活蹦乱跳的呀，肯定没事儿。姐，你慢点。走，我们都担心你呢。我没事儿。陈一，树桐哥，陈五哥，看到你们都没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走了。在这幅地图上，你看出些什么了？建立四川根据地。四川乃天府之国，地势险峻，粮食富足，人丁兴旺，得四川者可得天下。要想控制四川，攻下一处即可。成都。对，就是成都。但是实力雄厚的川军长期盘踞于此。自古以来，守川之人无一可以守而不破。比如汉代的公孙述，三国的刘禅就是前车之鉴。赤化四川只是我的第一步，我要在这里招兵买马，养精蓄锐，蓄势待发。老班长，能再来一碗吗？哟，你娃新来的哦。我叫石传一。敞开的时候，等到了成都啊，白米饭吃个够。能天天吃白米饭？哦，你呀就知道吃，吃怎么了？老班长，张主席说呀，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打下成都，吃白米饭，建立抗日根据地。北上抗日，去成都不是越走越远吗？日本人的部队在东北、华北，南下抗谁呀？那个我就不晓得了噻。咱们啊，别在这瞎操心了，听中央的。走，吃饭去。日本人得寸进尺，南京政府步步退让，华北抗战迫在眉睫。当前只有两军合力夺取松潘，北上陕甘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咱们的郭涛兄啊，迟迟不来啊。他根本没把中央和你放在眼里。他怎么看我没关系，两军会师，合则胜，分则败，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当面谈吗？给国涛同志发电，请他速来两河口会面。我们等他。钓鱼的要领是：一，心要静；二，把握好提竿的时机。是。校长，什么事？朱毛赤匪翻过了夹金山，在莫公与张区赤匪会合了。他们会合了。啊！校长，要不先换身衣服。既然他们汇合到一起了，那就抓住时机，一举拒歼。闽胡宗南部迅速集结，由陇南向松潘进击，刘湘部由成都向川西进剿，斩草除根。是。拿起把伞过来，国涛，你是不会打伞来的。润之兄，润弟兄，
罗普同志，国涛同志，少提同志，恩来兄，国涛同志，玉杰兄，大家一路辛苦了。国涛没有亲自迎接，还请多位多多包涵呐。我们就不客气了啊！好了，大家都别在这淋着了，快走吧。好，行。同志们的枪太老旧了，缴获的新武器都派发到作战部队了，中央保卫大队嘛，只能将就一下了。哦，谢谢参谋长。分部去通知军需处，要一批枪支弹药支援一方面军保卫大队的同志。好，再通知红军医院派些医生护士，要一批药品支援一方面军。是。那就多谢了，德立兄。不客气，走走。早姐，四方面军给了咱们不少药呢。当然了，天下红军是一家。哼，也对。传一，姐，大了。不是给你的。不是给我的，那给谁的？反正不是给你的，拿过来。妈。雪花膏。谁给的？你不说这是给谁的，我就不说啊，这个谁给的？不是张三给的，就是李四给的，反正不是给枣儿的。你呀，爱给谁给谁的。集合了，集合了，集合了。传一，我走了。姐，快拿着。哎，枣姐，这个到底给谁啊？反正不是给。传一，怎么样？给他了没？当然了。那他有没有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好像。什么也没说。好像说了，没听清楚。你手里边拿的什么？鞋垫。枣儿做的。对，他做的。给我的。他没说给你的。那给谁的呀？我抢来的，装傻是吧？肯定就是给我的，就是给我的，没有给我。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咱们，你们说，咱真去成都吃大米，不抗日了吗？两大主力会师，当前大家最关心的是，在什么地方建立新的苏区？中央认为。应该北上陕甘有利于红军的发展，且靠近抗日前线，应该尽快北击松潘，打开抗日通道。我赞同恩来的意见，两军会合，统一指挥是关键。我认为，中革军委应该担当此任。特立兄，谈谈你的高见。这三年来，我带领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，对这一带比较了解。时下。北有胡宗南，南有刘湘。胡宗南是个晒干的核桃，啃不动，难敲碎。打松潘最少要用20个团，而刘湘呢，则是熟透的桃子，从哪儿下嘴都行。所以，我们背靠西康，南下成都，打下成都吃大米，建立川陕根据地，是我们红军唯一的出路。至于西出青海去新疆，靠近苏联，也不失为一种方案。党中央偏居西南一隅，怎么领导全国的革命？怎么扛起抗日的大旗？目前，只有夺取松潘，迅速北上。打下成都吃大米，对处于饥寒中的红军确有吸引力。但是，那却远离了抗日前线。蒋介石、刘湘定会全力死保他的天府之国，所以，红军北上。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特里说，打松潘需要20个团，我看不多。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，就是要打得漂亮。现在的关键是时间，趁胡宗南的部队还没有完全集结，战机稍纵即逝。我同意。
慢点啊。对啊，会师了以后就一家人了。我姓丁，名幺妹儿，叫我幺妹儿就行。她啊叫冯雪梅，东北沈阳的。我四川的，我叫阿竹，瑞金人。我叫周文秀，甘肃会宁人。雪梅同志，你家在东北，怎么想到跑这么远来参军啊？918，家没了，投亲到川西，听说红军是抗日打鬼子的，我就参加了红军。雪梅啊，今天迎接新战友，就不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。那，哎，给大家打打牙祭啊！来，来，最后一颗给你，谢谢。吃吧，真好吃。国民党追击的部队距我们不足百里，胡从南部正向松潘集结。几点？日本抢占了东北，又觊觎华北，提出华北自治，这个蒋委员长却还在攘外必先安内，阻止红军北上，此等行径，与民族罪人何异？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。张国焘还是按兵不动。内忧外患，国难当头，这个张国焘他想干什么？特立呀，特立，你共产党人的信仰哪儿去？他是对他的职务不满。他张国焘到底是要什么？他必须北上。北上！张主席，祝贺您当上红军的总政委了。参谋长，有事吗？西康、四川，我们确定不去了。我这个红军总政委啊，南下有南下的方针，北上我也有北上的策略。胡宗南部已集结完毕。告诉胡宗南，按预案执行，以逸待劳，守株待兔。是。你毛匪不是能走吗？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脚板子硬，还是我的飞机大炮硬。出发了，
我们终于出发了。当地人都说，大草地一片沼泽泥潭，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鬼。咱们非要走这条路吗？胡宗南，把松潘地区堵得严严实实，刘湘也从南面压了上来，后面还有我们的老对头薛岳紧跟着，不走这条路，难道从天上飞了？张国焘这个牛皮筋，白白丧失了打松潘的机会。这个张国焘真是太过分了。怎么湿成这样？没事儿，我专程过来看你了。部队决定北上了，我们先遣连绥九军团编制到张国焘总政委的左路军，恐怕一时半会儿见不到你了。都是北上，迟早能见到的。迟早会在一起。对了，鞋垫不大不小，正合脚。船医拿回去的那双。我什么都知道。崽儿。
挟天子，以令诸侯。可毕竟是中央啊。谁是中央啊？是他10000人是中央，还是我80000人是中央啊？给陈诚浩发电报，告诉他，全体右路军立即南下。 彻底开展党内斗争。这是叶剑英送来的电报。张国焘此电包藏祸心呢，这分明是造反。36计，走为上策。走。 不走，红军内部就会发生冲突；不走，北上抗日大计就会夭折。在四方面军大多数同志不明真相的情况下，党中央率13军团先行北上，是唯一正确的选择。我同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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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决定了，今晚就走，去额济。 找林彪，怎么了？快走！四方面军李特参谋长追上来了，你先避一避。党中央北上，正大光明，让他来吧。这个李特是张国焘的忠实追随者，还掏枪讲话，他是不会听我们解释的。 王德栋，这个彻头彻尾的逃亡主义者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北上抗日是党中央集体的决定，张国焘是举过手的，这就是我的回答。张主席要南下，你们必须要跟我回去。李特同志，我们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，下级服从上级，你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吗？请你转告张国焘同志，红军北上。 是正确的选择，他现在想南下，我拦不住，但我相信，不出一年，他一定会北上。我们走。校长，好消息啊！请。据可靠情报，毛泽东和张国焘起内讧，毛张分手了。 消息可靠吗？可靠。张旭赤匪率大队由草地南下川西，毛泽东携一部分赤匪去向不明，派飞机跟踪轰炸，伺机歼灭。是。 必须严肃处理，对张国焘不做出处理，看来已经不行了。我们和张国焘的斗争，不是个人之争，而是党指挥枪，还是枪指挥党的原则问题。要官，要职位，可以给，但他想用枪杆子来指挥党，绝不能允许。4方面军的80000红军将士，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，是奔赴抗日战场的中坚力量。现在，大多数同志。 被他所蒙蔽，所以啊，在处理张国焘问题，必须慎重，必须区别对待。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，不是某一个人争权夺利的工具。我们真希望张国焘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。毛泽东同志做的报告将以中央的名义发给四方面军，下面请驾向宣布部队改编决定。中央决定，把红一、红三军。 军委纵队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，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、彭德怀、林彪同志成立5人团领导军事工作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个可靠的根据地，能进能退，有粮食有群众，能打通国际联系，利于进入抗日前线。辣子口进入甘肃的唯一通道。 林彪同志。
你们必须迅速拿下那座城。是。北上的通道终于打开了。主席，杨成武这一仗打得漂亮。杨成武呢？杨成武他们天亮之前就出发了，他们要抢先占领哈达浦。好样的。哎，你找什么呢？你找什么呢？啊，跑什么呀？他着急找他几个哥哥的消息。老板，这儿所有的报纸我们全买了，快把所有的报纸全部拿走。是。你们为什么都拿走？我是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，这些报纸有重要用途。哎，走。主席，哎，刚找到的《中央日报》，你看，全陕北33县无一不赤化，完全赤化者8县，半赤化者10余县。现在共产党力量已经不用武力，既有扩大区域之威势啊。徐海东25军与刘志丹26、27军会合一处，更加助长了陕北赤匪的嚣张气焰。地图。我们的长征就要结束了，我们就要有家了。是啊，咱们就要有家了。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我们的东三省，多少东北同胞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现在他们又将魔掌伸向了华北大地。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，惠宁的父老乡亲，我们能坐视不理吗？凡是热血男儿，都会拿起枪来参加红军，随我们一起奔赴抗日的最前线。大红，山家集清真寺，大红马德海，向毛主席先生扇子、邮箱、麻花，对红军兄弟们的到来，致以最诚挚的欢迎和祝福。这是我们的心意。回汉兄弟，一家亲呐！村民们恳请大军在这休息几天。这前边是什么地方？结石铺。本来，我们今天就住在结石铺。好，今晚就住我们这吧。乡亲们都把房子腾好了。老毛啊，结石铺是个大阵店，目标很大呀。届时，我就不相信，他蒋介石有再多的炸弹会往自己的头上扔。大轰啊，我估计啊，老蒋的飞机很快就会轰炸这儿，还是劝乡亲们尽早的出去避一避。好，我们就此告别了。啊，告辞。我们登上六盘山的最高峰了，快到陕北了。让蒋介石阻止我们北上抗日的妄想，见鬼去吧！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，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20000。六盘山上高峰，红旗漫卷西风。今日长缨在手，何时缚住苍龙？好东西，陕北到底别卖关子了。野黄豆，这是我们家乡特产，特别好吃。
姐，爸炒的黄豆。黄豆。带领中央机关去瓦窑堡，老毛和恩来带领部队去前线，配合徐海东粉碎敌人的围剿。出事了。怎么了，贾青？主席，陕甘的领导同志刘志丹、习仲勋他们都被抓了，说是反革命，还要活埋。怎么会这样？千真万确，听说连活埋他们的坑都挖好了。胡闹！事不宜迟啊，通知王守道，带上保卫局的人立即赶往瓦窑堡，给我刀下留人。你的成都是不是不想要了？请委座放心，刘湘定当竭尽全力消灭之匪。我不是对你，是对你川军的能力不放心。不然让薛岳助你一臂之力。啊，不不，请委座放心，我已下死令，如夺不回百丈关，无论军阶高低，格杀勿论。就看你的了。赤匪毛泽东在哪里？这，你们西安蓝衣社要密切跟踪毛泽东的动向，随时向我报告。是。校长，这川军命空军支援，命薛岳跟进。是。主席。主席。志丹同志，你要是再晚来几天，我们就见不到了。你们受委屈了。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陕北的？啊，是姜维院长的《中央日报》把我们送到这儿来的。你看，全陕北33个县，无一不被赤化。志丹同志，你的工作做得好啊！来，我们坐下谈。哎，哦，主席坐。哎，坐嘛，坐坐坐。哎。快跟我们谈一谈，你们是怎么做到的？我宣布，习仲勋同志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。乡亲们，同志们，要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，可光对我个人的认可是不够的，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，才能保障我们耕者有其田，我们的农民才有自己的地可种。所以我这个主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土地问题。李大娘，这是你的地契。师傅懂事。现在，咱们都有自己的土地了。卸甲归田了。百姓拿到地契，土匪放下武装，创建了200多万人口的根据地，还选了一个娃娃主席。看来我们中央红军北上是选对地方了。啊！赤匪毛泽东、周恩来出现在陕北吴起方向，情况属实。西安蓝衣社已核实。校长，赤匪已是强弩之末，从湘赣到陕甘，数次围剿未灭，
绝非强弩之末，而是党国之大患。校长，汉卿在西北，应该不会坐视赤匪毛泽东做的。攘外而安内，事至今日，党内仍有同志不解我苦衷。给张汉卿发电报，命令东北军全力以赴，趁赤匪立足未稳，予以歼灭。如不能彻底消灭，就把他们赶到苏俄去。报告，华北来电。念。日本人在华北、天津。日本人的事，你们自己处理好。敌人这次兵分两路，东路一个师，沿洛川大道北上；西路四个师，由甘肃的庆阳、河水沿葫芦河方向进击，企图南北合围。东路是第五十七军109师，师长宁元凤。此人是保定军校第五期学员，后在东北讲武堂任教，现已挺进直罗镇。来得好啊！这是咱们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会师后的第一仗，能否在陕北站住脚，再次一举？西路四个师，东路一个师，西强东弱，就捡软柿子捏。三军团和十五军团一部，负责阻击西路之敌。十五军团大部由药捕头向北发起进攻，一军团明晨4时出发，挺进袁家山和直罗镇以北地区，由北向南发起进攻。是，南北合围，海外的条蛮牛。牛？啊，我看就是只鸡。杀鸡就用宰牛刀，为咱们红军第4次会师献上一份大礼。刘湘的主力，王赞旭、唐世尊、李佳玉等部正向夹门关、太和场、石坪岗进发。目前敌军在百丈关已经集结了80个团的兵力。得百丈关者得成都，我们必须守住百丈关。前几日中央来电提醒我们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已经按照您的部署，从张遵义出发，占领了药捕头南边高地。只让一步。命令十五军团，立即向直罗镇发起进攻。是。的中央军也上来了，我们必须马上撤出去，否则损失太大了。不，
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北上关。怎么了？我饿了。枪能要敌人的命，你看，这也能要你的命。开饭桌，开饭桌，我给瞅着，我自己来吧。老班长，大米呢？大米。那是张主席说的。赤匪占领什么？我的这牛，你真亲自宰啊？死了！死了！师座，你带警察行程，这里我顶着。书童呢？书童在哪儿？我也在找，大部队已经撤退了。赶快走！不能走！敌人都打来了，快走！书童哥怎么办？快走！
敌军开始溃退，命令一军团立即发动总攻。是。你这是要包饺子呀？对了，牛肉馅的，来吧。川军八十个团，激战七昼夜，战士忍饥受冻，浴血奋战。南下，打到成都吃大米。现在呢，战士们连菜汤都喝不上了。政委同志，这个仗不能再打了。给向前发报，让他立即撤。革命就会有牺牲。一次失败，证明不了什么。南下是对是错，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我已经得到消息，二六军团正在湖南的桑植、西津向我们汇合。诸位都坐吧。川西大捷，诸位辛苦了。为党国效力，万死不辞。坐。昨晚是我睡得最踏实的一夜呀。张徐赤匪退守西康，我们要用铁桶战术将张徐赤匪困死在西康。什么事？陕北剿匪失利。东北军刘元峰被坚持落阵。悬梁无能，悬梁庸才。我军失利，在于不能戮力同心，拿着党国的钱粮，暗地里保存实力。汝真能人人用命，赤匪早就被消灭了。赤匪不灭，乃党国之大患。还望在座的各位齐心协力才是。我命令，川西剿匪由顾默三负责。是。陕北剿匪由张汉卿负责。是。白战官，张国焘撞了南墙，这回他该回头了吧？另立中央，与中央撕破脸皮。他是不愿意再跟我们相见了。红四方面军是我党的一支宝贵武装力量，张国焘再这样折腾下去，我担心会重蹈当年过湘江的惨剧。哎，张浩同志来了。张浩同志的身份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。听说四方面军在百丈关打了败仗，死了不少人。你听谁说的？崽儿，你怎么了？早姐，哎，崽儿。石通哥，你们到底在哪儿呢？
恩来啊，哎，统战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同共产国际的战略不谋而合。张杨将军的工作由我来做，关键是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先处理好。既然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真理在陕北这边，那我们就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。我现在就代表共产国际给张国焘发电报。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，我宣布从即日起取消临时中央的名称，改称西北局。你们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和意见？取消临时中央我完全支持，北上陕甘军心所向，川康远离抗日前线，早日北上是唯一出路。蒋介石已经将围剿的重心移至陕甘地区，我们要迅速北上，汇合一方明军，形成拳头。恩来正与张学良将军积极协商，努力促成联合抗日政府。我已经给张浩和乐府复电，表示赞同。至于何时北上，待与二六军团会合后再定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日本人阴谋酝酿的腥风，已由东北刮至华北乃至全中国，接下来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之血战。可是蒋介石将亡国灭族之危机抛之脑后，不仅仅是对红军，各地方势力也早在他的算计当中。董三省沦陷，张将军及手下十几万将士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场所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贵军应与红军化敌为友，互为唇齿，同仇敌忾。完人民于水火，救国家于危难。恩来先生，韩青。张主席，贺龙人密使到了吗？正在距此处30公里外的藏区歇脚，朱老总已经前去迎接了。好，走。走。主席，好消息啊。什么好消息啊？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了。哦。看来我们红军大会师的日子为期不远了。热烈庆祝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甘孜。毛主席去年带领一方面军胜利通过草地到达了陕北，那里是红军抗日的阵地，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。因此我们要继续北上，会合一方面军，会合党中央。刚刚收到陕北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，彭德怀同志率领的西方野战军向靖远、会宁地区进发，为迎接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提前做好准备。同志们，你们北上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。现在我们两个方面军刚刚会师，一切都很陌生，需要相互的磨合。都是红军，哪有那么多问题要磨合的啊？我看呢，今天动员，明天就出发北上。重大消息！重大消息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什么消息？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师了，这不是好消息吗？嗯，那你在这卖什么关子呀？你怎么老是这样？也不知道成武怎么样了。
哎呀，看什么呢？啊，里特参谋长刚给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发的，干部必读。毛周在革命生死攸关时刻北上逃跑分裂红军。胡说！扔了。走。哟，主席，张浩同志，来来来，不好意思呀，这么晚了打扰你，我们三个。 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，咱们坐下说。我们遇到难处了，张国焘拒绝北上，这个张国焘老毛病又犯了。如果我们成立西北局，让张国焘任书记，必时任副书记。 让朱老总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加入，合力推动张国焘北上。对，经中央批准，即日起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，由张国焘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，由任弼时同志担任副书记。中革军委命令：二六军团第32军整编为二方面军，由贺龙同志担任总指挥。 见到枣儿姐了，兰州急电。你，赤匪张旭贺龙部已出包座，欲向甘南流窜，赤匪彭德怀部也由宁夏向西南靠拢，欲有会合之事。张汉卿误我，顾摩参无能。张汉卿、顾摩参。 误了我的大事，校长，应速出兵拦截张旭贺龙匪部，阻止他们与彭德怀匪部会合。目前，也只有长沙胡宗南部。给胡宗南发电报，让他即刻赶到甘南部访。一旦两广问题解决，我即刻北上，彻底解决赤匪问题。是。 好消息！什么好消息？四方面军北上了。 湖宗南部涌进西南大道，来者不善呐！好啊，他敢来，咱们就敢打。你想怎么打？二四方面军与西方野战军形成拳头，联手打。主席，根据红四方面军发来的进会战役纲领，西方野战军与红四方面军联合攻打湖宗南部，这个计划很好。但是西方野战军兵力薄弱，又要固守我们陕北的根据地。 只能抽调10个团的兵力参战，这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为主力与胡宗南作战。最大的胜算，就是迅速占领陇、晋、会定地区，绝不能让胡宗南抢在前头。
即停止北上战役计划，改为西进青海，取新疆。靖会战役计划是大家一致认同的，中央已经批准，你也是签了名的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我不认同，是你们以多数压倒我这个少数，我是迫不得已。我是红军总政委，四方面军的重大行动，我有决定权。我支持总政委的决定。你总政委可以随便推翻党组织的决议，那么我们也可以拒绝执行你的个人指示。那好啊，我这个总政委不干了，有你陈山好干吗？你们也不想一想，我提议西出青海，为的是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四方面军吗？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，是全德系装备，是精锐中的精锐。而我们四方面军刚刚过完草地，人困马乏，缺枪少弹，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？靖会战役，我坚决反对。胡闹！三军会师，刻不容缓。四方面军要西进青海，张国焘，他是不是疯了？张国焘是担心呢。给朱老总发电，转告张国焘，我毛泽东不会揪他的小辫子，只管放心大胆的来。黄河对岸大雪封山，气候酷寒，部队难以前行，西进计划搁浅了。张主席，向前，正面的路走不通，我们可以绕路，路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向前，你再去探探路啊！大雪封山，一封就是百十里，连月不化呀。天哪，老天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总是跟我张国焘过不去呀？主席啊，二方面军渡过渭水，四方面军也跟上来了。三军会师的地点，你看怎么样？会宁。会宁是陇东重镇，交通枢纽。古代叫惠州，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。因屡遭灾祸，将其改成会宁。红军三支主力在会宁会师，就掌握了战略主动权，为抗日提供了便利。会宁，会宁。可千百年来，人民并没有得到安宁。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把这一夜掀过去。会宁会师。人民安宁。报告团长，我叫邓成武，石传一。一方面军打会宁了，我俩都是会宁人，请求到一方面军参加解放会宁的战斗。对。报告。好啊，拿下会宁城，迎接二四方面军，是毛主席亲自下的命令。欢迎你们。
鲜花。是。屁孩，飞机！姐呢？姐姐姐，传一，传一，传一！今天我们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会师了，我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现在我宣读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、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，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，我有五千余年光荣历史的中华民族处在前所未有的危急存亡的时候，我们民族革命战争的先锋队，第一、第二、第四三个方面军，在甘肃境内会合了。三军大会师万岁！敌人的炮弹犹如下雨般的砸了下来，舒同为了救传一，牺牲在了战场上。我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，未能阻止共匪北上会合，日本人得寸进尺，步步紧逼，蒋某寝食难安。委员长，日本侵华如肌肤之外疮，共匪甚患，病在内腹，实为心腹之患。委员长，这日本人的刀都架在咱脖子上，再不打，全中国都成东北了。日本人得陇望蜀是喂不熟的豺狼，就连我的夫人也多次提出，
与日军开战。作为一国领袖，我岂能不知啊？内政不稳，何以攘外？国难如斯啊！蒋介石还在赵谈他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。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啊！蒋介石虽然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十分恼火，但他更不甘心看到红军的发展状态，所以啊，我们必须时刻做好打的准备。我决定立即组织同委会战。是。周恩来先生电报。怎么样，汉卿回电了吗？这个时候估计蒋委员长也正盯着他。周副主席，参雪莲电报。蒋介石亲自到西安来，他还是对他手底下这帮虾兵蟹将不放心呢。不给他吃点苦头，他是不会死心的。三军大会师，我们已经形成了可以打大仗的拳头，就在山城堡砸他一重锤。山城堡位于环线以北，与洪德城与田水府之间川源相交，沟壑纵横，便于大部队伏击。红军主力向北转移，吸引胡宗南部孤军跟进，然后设伏待机歼敌。好，好。看来啊，山城堡一战能否全胜就看东北军如何配合了。蒋介石想让东北军和我们鹬蚌相争，这点张汉卿不会不懂的。务必让东北军的王以哲推迟进入山城堡，东北军的问题我来解决。蒋介石的嫡系就做了我们的包子馅喽。好的，主席。如果我们周副主席，哎，坐坐。哦，这是王以哲将军发来的密电。通报了中央军、东北军的行经路线，为配合我方行动，王将军决定推迟三日前往山城堡。考虑到胡宗南部定紧随我军急进，我们择其孤军突出之敌，一举歼其。老毛什么意见？主席让我转告大家，对待蒋介石就一个字：打。要打败他，打服他，把他打到抗日战场上去。同志，这是三连五班吗？是。邓成武呢？不认识。石川一呢？也不认识。刘长根啊，那是我们老班长。人呢？出去了。红军医院在哪儿？我也说不好，干脆我带你去吧。大战在即，这儿疏通的。书童哥，把手伸出来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当着菩萨的面儿，交给你了。班长，我归队了。书童，你们还活着？
我慢慢跟您说。传一呢？传一，大回年的时候他牺牲了。牺牲了？哦，陈武，陈武他还在，他受伤之后就分配在炊事班。走，我带你去见他。走，走走走。就在前面，马上就到了。陈武，陈武。你还活着。这次同渭会战，我是下了最大决心，集中了几十万大军，配备了100架新式飞机，可以说以十击一。诸位，如能精诚合作，不出半月，就能将赤匪全歼于黄河以西和陕甘一带。此次我蒋某来西安，并非督战，是来摆酒送金的。等待全歼赤匪那一天，我要论功行赏。为诸位把盏祝捷，感谢委座栽培。不过，如果有人临阵不前、吃里扒外，我蒋某讲义，但军法无情。蓝班长，蓝班长。来一下，下雨了，进来吧。老班长，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书童。哎，78师几天强行军，孤军深入红军的老窝，处境险恶呀。确实是太轻率了。如果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再不跟进，我们就成了红军的口中肉了。要不要直接给冉冉发电？发，你马上发。是。命令部队抓紧时间修筑工事，防止红军偷袭。张汉卿什么情况？他有没有给王以哲下达命令啊？张总司令回电说王以哲部联系不上。空投，派飞机给王以哲空投我的命令。是。伤残战士炸毁了78师的隐蔽碉堡。打！反击冲锋，靠近敌人打。
有，为了你娘，你就必须活着，快点！坚持才能活着，才能报仇。。雪娇，雪娇，雪娇用完了，雪娇用完了，我有，我也有。为什么不包扎？战场上医务人员太少了。杨主任，我申请上战场，我也去。还有我，算我一个。好。Thank you.
十年剿共，耗尽心力，王妃的星星之火。大林，夫人，让我一个人静一下。主席，好，我给你介绍，书童。主席，早儿。主席，用信仰和生命迎来了伟大的长征的会师，我感谢你们。雪梅那首带血的松花江上至今在我耳旁回响，它时刻提醒我不忘在日本军国主义铁蹄下蹂躏的3000万东北同胞。我们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，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，其最终目的就是奔赴抗日战场，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。1936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重，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。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由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。1936年11月。发动了山城浦战役。山城浦战役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仗，也是红军长征结束的最后一仗，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。同年12月12日至25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。至此，中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。Thank you.
少智慧，点亮了胜利，艰苦卓绝，生死别。